规模的兄弟些，下班我们一起吃火锅啊。忒好了，听说这的小吃也不孬啊。我还给大家带了肉夹馍，一起来尝一下。中，听了我都饿了，这会儿人咋恁多，下班再说吧。Hi everybody, my name is Daniel. I've heard some exciting news recently. It seems like they're hosting a class reunion here at Sanxingdui. What would a class reunion at Sanxingdui be like? Are you curious? Let's go and find out. It's amazing to be able to witness history like this. 老师，但是青铜器呢？它为什么是金色的呢？青铜器呢，它其实是由铜、铅、锡三种元素所构成的合金，本来的颜色它就是金黄色的，所以在古时候，青铜它其实名字叫做吉金或者是美金，是因为后来它慢慢的氧化生锈了，铜的锈呢大多数都是青灰色的，所以后人才把它叫做青铜的。所以我们这个盏为什么会叫吉金柱式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青铜器呢，它是一件青铜簋。簋的话呢，就相当于是用来盛放黍、稷、稻粮这类谷物的大碗。这么有意思，那我们就叫它最本色的洞穴吧。中国的青铜时代，它最早呢是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的，历经了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大约是经历了15个世纪的玉成和发展。我们今天这个展览里边所展出的文物呢，它们的年代跨度是相当长的。Friends, I have found something incredible. Let's look.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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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最时尚的铜器。哦，老师，我觉得它特别特别时尚，而且颜色也有不一样的，有红色，有绿色的。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件彩绘的青铜器，叫做彩绘雁鱼缸灯。它是灯吗？那灯在哪里呢？你看到那个圆筒形的灯罩了吗？就是在那个灯罩的里边。你看到的绿色呢是它表面的铜锈，而它身上呢还有三种颜色的彩绘，我们看到红色、白色还有黑色等等，所以非常的时尚。但是用来干嘛？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钢灯啊，它是一种专用名词，指的是一种带有导烟管的灯。你看它的整体造型就是一只大雁，嘴巴里衔着一条鱼，它由四个部分组成：灯盘、灯罩、雁头加鱼，还有这个雁的身体等等，这四个部分它都是可以拆卸下来，所以非常的方便清洗。然后这个灯在燃放了之后呢，它不会有烟的嘛，那个烟呢就会从鱼的肚子进入到大雁的颈部，最后流入到它的身体。它的身体里边是有很多水的，烟就和水汇合在一起了，对，减少了室内的空气污染。所以它不仅是最时尚的铜学，它还是最环保的铜学。Not only it's very beautiful, it also shows the technology that the ancient people were using here. It's amazing. But also, to think about it, they even thought about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with this thing. Mind-blowing. 哇，老师，它很像一个酒杯。俄罗斯人特别喜欢喝酒，他们那个可以就可能喝到天亮了都。哎，其实你说对了，这个呢它确实就是一件酒器，但是呢它不是饮酒器，它是一件陈酒器。饮酒器的话呢，它的容量还是要稍微小一点的。这件青铜器的名字叫兽面纹方尊。那它上面的那些画也特别特别好看。对，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兽面纹方尊啊，它上面的花纹是相当的精细和繁复的，这是典型的三层花的样式。哇，那就是个静止波呀。老师，这个青铜器有点像一个我在Sanxingdui看到的一个。我只能说你的观察实在是太仔细了。我们Sanxingdui大多数的青铜器哈都是具有自己独特的地方特色的。但是呢唯独出现的两种青铜容器，其中有一种就是青铜尊。
啊，三星堆它发现大量的铜尊，而且不管是器型啊还是纹饰呀，跟中原的尊它都特别的像，其实就是说明中华文明早期起源阶段它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三星堆本来就是属于中华文明早期起源阶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Let's walk into the Sanxingdui Museum together, join the reunion of bronze artifacts, and experience the unique cha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样式和古蜀国的这个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嗯，好难呐、啊，我觉得它有点像龙，龙啊，但是感觉好精致。其实我觉得很巴适。这次看了这个展，我的感受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在三星堆博物馆既可以看到三星堆自己的文物，也可以看到国博这样精美的展出。我感受到了从商代到西周到汉代以及青铜器的变化，让我不得不感叹这个主人的智慧。 Artifacts speak no words, yet they connect us to a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in an instant, linking the ancient and modern worlds. Through these bronze pieces, we can see the lives, wisdom, creativity, romantic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s of ancient Chinese people. It's truly amazing!